位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了这个 weekend 哦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基本上来说的话哦，连续两天的大涨，那就差不多快要500点了、哦、那所以呢，我陈老师在前几天的时候啊，这个行情到16000啊，甚至跌破16000啊，我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，千万不要听太多空头的言论哦。我说那些做空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他刚的时间呢。这个要帮盘哦，紧走哦，安尼要帮盘哦，紧走、哦。那种，尤其是网络这种，就是很多这样的言论啊，还很多流量很大啊，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这个流量大的呢，就是一定是 loser 嘛。哦，所以有时候这个网络这个市场，说真的，你看得很清楚了。就是说，基本上那种流量很大的啊，几万人在看的那种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这世界就是金字塔嘛。哦，所以说有时候以前电视你比较不知道，那现在网络你就知道，说那种流量很高的那种都是、哦、我们不能说比较 low end 的啦，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所以你有时候网络流量大的那种。啊，要崩盘啊！哦，要崩盘哦，赶快逃哦！最后逃命不？那是上来他又说他有了哦，那就不要去听了。那我是觉得说这个行情基本上来说的话，会越来越强，哦，会越来越强。当然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管这市场怎么讲，哦，不管今天大家怎么讲啊，反正我跟你讲的，你就听着就对了，因为我不太会跟你谈技术面，你懂吗？我不太会跟你谈技术面、哦、所以我今天不管人家怎么讲、哦、我还是一样，八大行库国安基金会拉这三只一张都不能卖，记住了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选举行情，民进党一定要拉这三只有内差、哦、我今天不管它涨它跌，我不管，反正在我的 LINE 里面你一定要进来扫，在我的 LINE 里面拉近一点，你一定要进来扫。这三个目标价不到，我这三个目标价，你一张都不能走。我讲话很清楚，到了我这个目标价，你全部给我卖光光，一张都不要留。这三个目标价就是逃命波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绝对还没到。听清楚了齁，绝对还没到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还早得很。所以今天麻烦大家一定要进来扫我的 QR code、哦。这三个目标价我要给你的。还有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昨天有跟你一直提到，我这一个月大概都讲了很久了。9月1号，华新交加炒股高手，哦，交又什么？交又什么？记住了，华新科、信昌店、假霸这三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也是一样，内差消息，主力大户。我讲话很清楚啊，我讲话很清楚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看，你看不懂的，就像我这跟你讲的一样，系统我最近跟你讲了，以前30几块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你全部给我卖光光，你老是不听我的，震荡就卖，震荡就卖，那我这两天也告诉你，他今天正常交易了嘛，有没有到我这个价位？到了我的价位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还早得很。这系统啊，我跟你讲，它今天虽然打开了，你小心它接下来它涨到下一次被20分钟分盘。我讲话很清楚哦，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是接下来这个价位很重要，还有到这边哦，来拉近一点，还有到这里哦。现在只是第二个阶段而已，所以第一个阶段到50几块被分盘，有没有？到50几块被分盘，接下来再要被分盘嘛，被震荡嘛。那今天它正式的就是正常交易了嘛，正常交易当然会震荡，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不到我这个价位，第二个价位听懂了，一张都不能卖、啊。你小心，我给你一个 hint， 就是小心它接下来又涨到下一次被分盘。我讲话很清楚，你不要小看这个。还有跟你讲的很重要，之前我跟你讲威盛，你看
11/23号，我说王雪荣会把威胜啊，我还写在这里啊，会不会到个叉叉，有内叉不能卖，我还叫你上一次我还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来加我的 LINE， 王雪红啊，这个女人很厉害，威胜一定今天一定要来扫陈老师的 LINE， 我告诉你很重要，威胜会到多少，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会很高很高，会很高很高，我记得我有讲过嘛，应该有讲过吧，威胜会很高很高，有没有？这上一次我给大家的资料，哎，你卖公模呢？你看看这个，位置很低。你看这个，跟陈建宏达成目标，上次掌权打，我说接下来你要注意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我陈老师给大家这一份资料，记住了。建达跟卫数这两只，王雪红的这两只，威盛集团的加赖，这两只会涨到哪里？建达、卫数、小而美，你别说我没说，你说我没说，这样你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你说我没说，这样没意思哦。我都有说哦，我说它会拉得很高哦，你一张都不能卖哦，今天一定要进来扫的 LINE， 有没有听到？今天一定要进来扫我的 LINE， 你到这边我跟你讲，你一张都不能留哦，你不到我这边，你那边你震荡你又卖掉了，那我不管你哦，一样的，我今天要给大家的系统最重要的，今天震荡哦，今天开始震荡哦，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价位非常重要。有的人说陈老师啊，这边是位六还是七还是八？哎，我上一次，哎，我上一次二三十块，我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你们每天有卖，一震荡你就卖，然后你们最后你是不是看到五了？拉近一点，最后你是不是看到五了嘛？那我在五二画一个箭头，你看我有往后画吗？我有往后画吗？我有往后画吗？我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你杀你软没就丢啊！我今天我告诉各位投资人，今天尤其是系统最重要，系统今天一定一定一定要来。算了，我不想理你们。我跟你讲，你给我卖光光，你告诉我，告诉你，你给我卖光光。你等到后面这边，我跟你讲啊，搞不好我跟你讲五成一倍啊。你到时候我跟你讲，你全部给我丢光光，你全部给我卖在最低点。我告诉各位，国安基金八大行库他们要做什么？所有的立委他们的内部的什么有什么内什么，这没没塞供啊，这根本没塞供。还有这个焦家炒股高手焦又什么华新科会结束吗？信昌店假霸，我跟你讲，这上面的价位一定要来扫陈老师的 LINE， 我陈老师今天一定要进来扫我的 LINE， 我没有在跟你谈技术分析哦，我没有在跟你谈那个57台、58台什么区间操作，哎呀那看什么，我不是在说那哦，我是没在说那种的哦，我跟你讲，我9月1号我就已经告诉你会涨了。9月1号啊，谁要讲这个、啊、今天那个各位投资朋友，安国涨到被分盘了，安心放心国家第一，你认为它会结束吗？安国会结束吗？今天一定要来扫我的 LINE， 有没有听到？安国会结束吗？我今天我陈老师我在我的 LINE 里面，安国会结束吗？一定要扫 LINE， 有没有听到？一定要来扫 LINE， 一定要来扫 LINE。 我今天在我的 LINE 里面把这些将近有十只股票今天在我的 LINE 里面讲得一清二楚，非常清楚。我陈老师我跟你讲，我不能送你什么资料，人家每天在那边送资料送资料，我没有那个回事啊。
而且人家老师每天都盖起来啊，盖起来，前面的都大赚，盖起来，唔知翻开来涨停板，盖起来，唔知翻开来涨停板。老师要投顾老师要做到这样太 low 了吧？前面都涨停板哦，前面都飙股哦，哎、欸，大家唔知进来偷主流，翻开来涨停板，翻开来涨停板，啊，大家唔知进来偷主流。哎、欸，麻烦你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跟你讲了啊，你一定各位啊，你后面你想要买安国的各位投资朋友，一定要进来扫赖哦。还有这个各位投资朋友，第二个阶段系统第二个阶段，你不到我跟你讲，你一样一张都不能卖哦，一张都不能卖，有没有听到？一张都不能卖。今天这个价位都在我的赖里面，全部在我的赖里面。还有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有十只股票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最后一次，我这个周末再秀最后一次，在我的 LINE 里面，你今天没有进来，我不会再给你了。全部的选举行情，民进党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跟你讲很清楚哦，我没有在跟你谈技术面哦，很简单嘛，你看我上次这样，哎，一直震荡，哎，准不准嘛？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，三十几块又打回来，剩二十几块，全部人都杀光光了。我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有没有到五十几嘛？他有拉回啊，上次不就有拉回吗？三十几还拉回到二十几耶，四十几还拉回到三十几耶，你都卖光光啊，你拉回就卖啦。我是不是看你一定会看到五嘛？今天又震荡了，你又卖了。我跟你讲很重要，一张都不能卖。不到陈老师这个价位，麻烦大家一定要进来哦。你有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跟你讲一下，还早得很。It's early, not yet, not enough. It's early, too early. 这个够哦，还早得很啊。It's touch the goal, touch the goal, 那 goal 还早得很的 goal。我今天来讲，目标还早，还早嘞，早嘞大嘞。It's early to touch the goal。我今天来讲，你有听有啦哦，你听有，会听有啦。我今天各位投资这边还有，你看看这个，今天要给大家的威盛，陈老师啊，你卖软化呢？这威盛二叉叉，我跟你讲，比我到最后比我讲来夸张，这还是上个礼拜呢，我最拉很高哎。啊，这也是威盛的位置很低，你慢慢看，你慢慢看，你慢慢看。明日小天王建达，明日小天王跟陈建宏达成目标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讲话哦太清楚了，有的人说我讲话不清楚，来来，讲话不清楚。今天的 LINE 里面，各位投资朋友还有这两只股票建达、位数，这一波会涨到哪里？陈老师他这里 key 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卖买啊，我买就好啊，你卖买啊，我买就好。还有今天陈老师要给大家一只股票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今天这一只股票啊，你给我等着看好。你现在哦，我写这几个字啊，我写这几个字啊，你不会以为意啊，最可怕、最猛爆、最大的怪兽。最可怕、最猛爆、最大的怪兽，这一只股票新的标王、新的大门，先把我放在心里面了。两亿的股本，我今天在这边写这样子哈，未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印证。来，一叉叉、二叉叉，再到叉叉叉，你会印证。你会印证这一支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两亿的股本，我在这边写，未来会一叉叉到二叉叉再到叉叉叉。我再讲一遍，最可怕、最猛爆的大怪兽，这一支股票先把它记住，五四三二，再把它记住了，五四三二，再把它记住了，五四三二。你不要等我打开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常跟你讲的，未来你今天看到的那一些会涨的股票，
什么建达啦，什么卫数啦，今天涨停的什么威盛啦，什么阿里不打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以后绝对看不到他的车尾灯，绝对看不到他的车尾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能讲。你今天看到这些涨停的股票、强的股票，各位未来绝对看不到他的车尾灯的。医药像的第一名，我跟你讲，我写这样三倍乘三倍啊，郑老师，哦，这样九倍呢。我今天有时候我不能跟你讲，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出来、啊、像有的人讲的头头是道，你知道，非凡动身都跟你讲，哎，又有什么。你看，像我讲安国、安心，那时候几块啊，二十几块、啊，我每一次都涨到被分盘，创威涨到被分盘，系统涨到被分盘，今天换安国涨到被分盘，我讲的每一只股票，那最终涨到被分盘。你以前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安心、放心、国家第一这股票它有什么利多啊？我不能讲。你看东森、非凡、民视财经台，什么三立财经台，哇，把那个讲得好清楚哦，他有什么利多什么，那能买吗？就是不能讲出来嘛，能讲吗？能讲说他未来有一个全世界最赚钱的东西，以后要交在他手上，可能甚至比 AI 还更赚钱一百倍的一种东西会交在他手上给他生产，我能讲这个东西吗？有的人说，陈老师啊，最近的 AI 都没去，安国那并量有去，要给我们涨停板、啊、他跟 AI 是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没关系啊？你看 AI 知识都一直下、啊、安国你也没听到这边小爱的去到有一天说、欸、是他有他说他家里见到什么，他跟 AI 也没什么关系。我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能够跟你讲，他以后会接到一个全世界比 AI 还要赚十倍钱的东西吗？我能讲吗？我要留给57台50八台以后去说。你今天你看57台50八台非凡东升这样把那些东西说到这样、啊、这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民视财经台礼拜都怎么怎么这样 TVBS、啊、什么君临天下怎么说的大家都知道嘛、啊、都知道就倒倒出来了嘛、啊、敢不可以说。所以我陈老师，你看看我这个，你看看我没有理由啊，我有跟你讲理由吗？我有跟你讲他这为什么吗？他有多好？没有嘛、啊、你就不要卖就对了嘛。我有跟你谈技术分析吗？非凡东升都跟你讲技术分析，我有吗？啊，有跟你讲到技术分析吗？有跟你讲基本面吗？有跟你讲吗？有跟你讲吗？啊，有跟你讲吗？啊，有任何一个字，我就跟你讲主力嘛，还要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讲一大堆什么基本面都没有屁用啦，就是有人要拉嘛，有人要拉就涨了，涨了上来就有基本面了嘛。这个你看看，我有跟你讲它有什么嘛？你就跟你讲，第一个阶段会就到五十几，哎、欸，三十几每天给我卖，四十几每天给我卖，一直卖一直卖，卖到现在五十了，你在追了。我说它会开始分盘哦，分盘哦，然后接下来怎么样？今天被打开对不对？今天恢复交易对不对？好，你又卖第一个、欸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今天一定要来扫我的 line 好不好？求求你 ，understand 啊，赶紧救啦！你有广达、技嘉、伟创的人，你爱听陈老师一句坑啦！你莫在咩乱卖啦！我你上我爸上，今仔日一定爱扫赖，好不好？麻烦一定要来扫赖，一定扫陈老师赖哦！我你上我爸上，你莫傻咧乱卖呢，要卖到上低点。到时阵啊，你讲民进党啊，叫五成，叫三成，你啊，真到时阵啊六，啊个六啊最高点。讲话听不懂了。你们是听不懂啊，啊，听不就对啊啦。
我跟你讲啊，有一天啊，这威盛啊，你来来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很重要系统哦，现在它已经可以开始正常交易喽。你买单，你后礼拜个碰一滴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是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就对了啦。孙老师，我都看线啊，五分钟线下来，我就先卖一趟，按上去就卖。那个线，那线又不是内线，那是五分钟线，那十分钟线，那每次都弄错，弄错了卖了就跑，卖了就涨，结果卖买了就跌，怕跌。你不要再看技术分析了，好不好？你很烦呢、欸。但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啊，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陈老师把这份资料先送给大家。我跟你再强调一点，真正有时候有的利多啊，那陈老师啊，安国你哪会知道有利多？你当初那就 IC 设计，人都嘛买联发科，那有人来买什么安国？对不？买联发科，那有人买安国？那么多 IC 设计，我会知道要买安国。系统，我会知道会飙到五十几。你们的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你个动，你给他动作要讲的拢是乱讲的啦。这不是靠消息。你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你看这两天不好，你都给他卖掉。技嘉，哎呀，技嘉哪安怎？好，不跟你谈那个了。我陈老师常跟你讲哦，股票市场里面有很多，拉点是咱就袂使讲啊。我你上，我不上，你知啥意思啊？真侪咱就袂使讲。因为这个物件一定是有足大一段、真大一段了后，很大，一定是涨了很大的一段了以后，才开始有人会慢慢的放利多出来、啊、你现在你看到那个大家那个啦，现在我被他弄的供给利多，已经利多，一直供，一直卖啊，对不？今天一定要来扫 LINE 哦，很重要。我 LINE 有10只股票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有关系到你的股票，今天一定要最后一次了。我以后不会这些股票，这10只股票不会放在 LINE 里面了。哪里要卖，哪里要买，在现在全部在我的 LINE 里面。我讲了将近10分钟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进来扫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各位，陈老师在我今天的 LINE 里面十只股票，我讲了将近十分钟给大家听，一定要来扫 LINE 哦，十只股票，十只股票我今天全放在我的 LINE 里面，威盛会涨到哪里？各位投资朋友，系统会怎么样？广达、技嘉、伟创会怎么样？建达、卫数会怎么样？十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今天只有一天周末，在我的 LINE 里面讲了十分钟，一定要进来扫。如果跟你有关系的，最重要的各位，要买啊，要买新的、啊，有很多的利多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有一天你就知道会很可怕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